好冷静啊，没什么人。后来第一天先换20美金，然后20美金是换多少钱？换183.87块摩洛哥币，长这样。Thank you. 摩洛哥这边治安目前感觉还不错。因为你在机场附近。但是机场这边的话，很多国家机场就很混乱，这边机场非常的有秩序。比较热，外面还好，比我想象的非洲好一点。哇，这掉里面简直是无敌了。旁边有一个市场。现在出来先找一个买电话卡，走走就感觉又乱又臭，也就这样非洲。这是有轨地铁啊，有轨电车，就跟地铁一样。